屠夫，味道怎么样？现在拍摄了，看着镜头好吗？屠夫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，爸爸，你那个美而美。高画质，高画质拍摄，拍影片呢、哦？今天好不好吃？薯条好烫，对不对？今天妆化比较浓，应该比较上下。好，拍一下特写。对，好认真啊，贴在那里。哇，这个沙朗24盎司的够大了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不过这个你不吃，不过，嗯，好了。这是阳台。没，不过马上盐巴放弄在。